你知道世界人种是如何划分的吗？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都会说一句 UP 主是不是老子秀逗了，就连旺财都知道全世界有黑白黄三大人种。好吧，我承认这样的划分确实没有问题，你们还是把老子秀逗打在公屏上吧。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非洲人的皮肤是棕黑色的，大多数欧洲人的皮肤却是白色的呢？为什么有些白种人的眼睛是蓝色的，而黄种人的眼睛是黑色的呢？那些白的不像黄种人的人与普通黄种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明明很多中国人的皮肤并不黄，为什么会被称为黄种人？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是不是也觉得人种的划分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就来聊世界人种的三大未解之谜和各人种之间的差异，这一切还得从人种的划分说起。人种的划分还得从瑞典的一个博物学家说起，他叫卡尔林奈，1707年5月23日出生于瑞典的贵族家庭，自幼喜爱花卉，曾游历欧洲各国，拜访诸多著名的植物学家，搜集大量的植物标本，归国后任乌普萨拉大学教授，1735年发表了最重要的著作《自然系统》。该著作不仅展示了大量的动植物，而且对动植物进行了分类，算是分类学的雏形。后来他根据世界不同肤色的人类地理分布，把全世界的人种划分为四个人种，分别是非洲的黑色人种、欧洲的白色人种、美洲的红色人种以及亚洲的黄色人种。通过肤色来划分人种的方法也是我们目前最熟悉的一种。林奈的肤色人种分类也为后来的人类学分类奠定了基础。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问，林奈不是划分了四个人种吗？怎么现在只剩下了三大人种？其中美洲的红色人种去哪儿了呢？林奈所划分的世界四大肤色人种并不是他实地调查的结果。虽然他在早年期间游历了欧洲各国，但这只是局限于欧洲，并不是全世界。而他所划分的四大肤色人种也都是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所归类的，在分类学上是伟大的进步，但是在人类科学上确实是不严谨的。在他的笔下，美洲的红色人种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但实际上这两个种族的人的肤色并不是红色的，而是和亚洲人的肤色很相似，所以四大肤色人种就变成了三大肤色人种。随着人类学的发展越发成熟，很多的科学家都感到用肤色划分人种存在很大的困难。首先，人类肤色的变化和这张皮肤色卡一样是呈现连续性的，不同肤色之间存在过度肤色，也就是说依照肤色划分人种很难找出一条明确的界限。为此，科学家试图从各人种之间的差异重新定义人种的划分。可是经过一番的努力，人种之间的差异是找到了，但是人种的划分似乎更难了。各人种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呢？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主要说说各人种差异的三大未解之谜。全世界人类的肤色可分为黑白黄三种。除此之外，生物学家将人种的遗传体质特征为标准，把全世界的现代人类划分为三大人种。一、蒙古人种。蒙古人种的特征主要是淡黄色的皮肤、浅绿色的眼睛、都为黑色的直发、体毛及胡须均不明显、面部中等、颧骨较平、鼻梁中等、两眼内角具有特别的皮褶等等，又称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二、尼格罗人种，即黑色人种，占全世界人口的15%，皮肤黝黑，头发黑呈波浪或卷曲，黑眼睛，鼻子宽扁，鼻根低矮或中等，鼻突出度较小，鼻孔横径较大，凸唇，口宽度大，嘴唇厚，胡子和体毛较少，又称黑种人。三、欧罗巴人种，即白色人种，皮肤白，体毛重，体味大，眼窝深，颧骨较低，颚骨较平，鼻子较高，嘴唇较薄，毛发卷曲，且儿童期为红棕色和黄金色为主，红膜及蓝绿色为主，是世界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人种。很多人认为皮肤的黑与白的指数是由黑色素细胞的多少构成的，通俗的讲就是说体内的黑色素细胞越多皮肤就越黑，实际上这是一种伪科学的说法。科学研究发现，人体内的黑色素细胞是一样的，百科上说黑色素细胞是一种皮肤里的特殊细胞，它产生黑色素传递给周围的角质形成细胞，黑色素停留在这些角质形成细胞的细胞核上起保护作用，防止染色体受到光线辐射受损。也就是说黑色素细胞是人体细胞核的保护伞，真正影响人体肤色的是一种叫做黑素小体的结构。百科上的解释是，黑素小体是一种在单层膜内含有褐色和黑色的黑素结构，在黑素细胞中的黑素体内也发现含有黄色、红色的褐黑素。表皮细胞中的黑素体是由外胚层系统的中胚层的黑色
色素胞产生而转移来的。是不是黑素小体越多的人皮肤就越黑呢？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不管是黑白黄哪个肤色的人种，其体内的黑素小体的数量是相等的，一般为40万至60亿个。当人体皮肤受到太阳照射时，体内的黑素小体就会变大，原本合集在一起的小黑素小体就会变大，汇聚成一个更大的黑素小体，于是你的皮肤就变黑了。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夫人说黑素小体是决定人肤色黑白的，那是不是就和我们黄种人没啥关系呢？其实不然，黄色皮肤可以说是白色与黑色皮肤之间的一种肤色，也可以理解成黑白肤色的过渡色。这是什么意思呢？黄种人的皮肤和黑白人种的皮肤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除此之外，黄种人身体部位的不同，黑素小体的颗粒大小也不一样，一旦受到阳光照射，黑素小体就会立即被激发，如此一来黄色人种比其他肤色的人种更容易晒黑。不过有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发现黄色人种被晒黑后复原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嗨，我是大军，麻烦大家在点赞的时候用你发财的小手按住点赞键不放手，就可以触发超级赞，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谢谢大家了，点点关注，我们精彩继续。这就要提到一个词，超氢化物歧化酶，它是一种抗氧化金属酶，具有很强的活性，在机体氧化与抗氧化平衡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光线的抵抗能力很强，人体通常呼吸的氧气在阳光的刺激下变成了超阳阴离子，这种超阳阴离子对人体的皮肤有损坏的作用，这个时候超氢化物歧化酶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化解超阳阴离子对皮肤的伤害。黄色人种体内的超氢化物歧化酶的活性与黑白人种相比更大，那么是不是说黑白皮肤的人种更容易受到阳光的伤害呢？其实不然，虽然黑色人种的黑素小体颗粒很小，但是黑人的皮肤较厚，所以对阳光的抵抗能力也很不错。恰恰相反，白人的黑素小体颗粒不仅小，而且皮肤也很薄，体内的超氢化物歧化酶的含量也相对较少，所以白人对阳光的抵抗能力也是三大人种中表现最弱的。白色人种中凯尔特族人的皮肤是最白皙的，同时他们对阳光的抵抗能力也是最弱的。凯尔特族人是西欧最古老的土著居民，现今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英格兰的康沃尔人和法国的布列塔尼人都属于凯尔特人。据2018年澳大利亚皮肤癌研究所的数据报告，凯尔特族人患皮肤癌的风险居全世界第一。这样说你肯定没有什么概念，比如英国伦敦人每年患皮肤癌的概率是10万分之3，而居住在布里斯班的凯尔特人患皮肤癌的概率则是10万分之600。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皮肤越白皙的人在阳光越直烈的区域皮肤越不堪一击。同时由于黑人皮肤较厚的原因，能够过滤掉阳光中多余的紫外线，可是当黑人到了阳光较弱的地方，几乎过滤掉了阳光中所有的紫外线，这就使得人体皮肤内的皮肤腺及其分泌物脱氢胆固醇接收不到更多的紫外线，生成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促进钙盐的更新及新骨生成，也促进磷吸收于肾小管细胞对钙磷的吸收，故可提高血钙血磷浓度，有利于新骨生成和钙化。缺乏维生素 D 的儿童可患佝偻病，成人患骨质软化症，因此在北纬地区居住的黑人儿童软骨病的发病率很高。对此在北极地区会有专门出售掺有维生素 D 的牛奶，而黄色人种的肌肤处于黑白肤色人种的过渡区间，所以对环境的适应极强，在阳光炙热和微热两种环境里均可切换自如。除此之外，人种的体型和脸型的差异和区域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快来看看哪个地方更容易出帅哥吧。我们知道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体型和相貌有着很大的差异，就身材而言，北方寒带人的四肢一般要比南方热带人的四肢短一些，但身体比较粗壮。我知道此话一出，很多北方观众就不服，请不要急着喷。我们来看看科学家是怎么说的。科学家认为身体皮肤面积小一些就能够有效地阻止人体热量的大量散发，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是很有利的，而南方热带的人体型相对苗条，四肢纤长，这样的体型有利
利于热量的散发，避免过热。因此我们看到非洲人往往比北欧的人更加的瘦高，而生活在北极的人则四肢最短。最为代表的是因纽特人，而生活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人。百科上说，通古斯人其实就是宿舍后裔的满族人及蒙古亚种的后裔，他们的面部却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扁平，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面部扁平。面部扁平也称扁平脸，就是面部的轮廓比较扁平，眼睛距离较大，眉骨凸起，而且眼窝深陷，鼻梁比较窄高，整体轮廓看着扁平。扁平脸容易显得脸大，科学家认为如果将脸高高抬起，下巴突出，那么对于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的脸部和下巴就很容易被冻伤，这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而将面部进化成扁平状的。除了面部的不同之外，不同人种之间的鼻子也有很大的差异。按照区域划分，生活在寒冷气候区域的人鼻子往往比湿热地区的人更大，这是什么原因呢？鼻子除了嗅觉器官之外，它还是呼吸通道的起始部分，而鼻腔的作用就是在吸入的空气进入到肺部之前，利用鼻腔的温度为空气进行预热和湿润。如此一来，生活在寒冷区域的人则需要更大的鼻腔，其原因就是在寒冷的空气进入到肺部之前有足够预热和湿润空气的面积，较长的鼻腔可以使吸入的干冷空气在鼻腔内预热，从而保护肺部不受伤害。所以北欧的白人比黄黑人种的鼻子更长一些。除此之外，不同人种之间的智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快来看看哪个人种的智商更高吧。2006年，英国阿斯特大学名誉教授、智商领域的资深研究者理查德·林恩出版了名为《种族智力差异》的新书。这是他1977年开始从事人种智商研究以来，历经30多年研究，总结出不同地区人种智商的差异排位以及原因，并据此绘制出了 IQ 世界地图。在林恩教授绘制的 IQ 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理查德·林恩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朝鲜人、东亚地区部分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欧洲人和其他人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人种 IQ 不均等的局面的呢？理查德·林恩认为，造成人种智商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生存环境和基因。在物种的进化过程中，其智力进化受到了环境的多重影响。动物们要想在恶劣的环境中成为幸存者，就必须要在结构上进化出可靠的身体和强大的繁殖能力，甚至进化出足够大的脑容量。更大的脑容量至大脑回沟可以使在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上获得的信息得到足够的分析。除此之外，白种人和黑种人的 IQ 遗传走向不同，由于父母仅把一些特殊的基因遗传给自己的下一代，所以 IQ 值高的父母只会生出 IQ 值趋向平均值的孩子，所以父母 IQ 值为100的白种人和黑种人的孩子平均值却各不相同，黑种人趋向85，而白种人趋向100。那么现在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到底属不属于黄种人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黄种人。百科上说，黄种人是政治概念名词而不是生物学名词，根据地缘政治因素对人群的划分，一般泛指东亚人群。既然是政治概念名词，就不能用作生物学的范畴。那么中国人属不属于黄色人种呢？从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黄色人种是泛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则是，把东亚人归类为黄色人种并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现代科学和政治的一种新发明。在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人对中国人肤色的描述都是白漆、暗白色、橄榄色。也就是说，在18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人肤色的评价是没有黄色一说的。这一点可以从16世纪期间游历东南亚的葡萄牙药剂师皮列士所撰写的《东方志》中写道：“中国人和我们一样白。”那么，中国人是何时变成了黄种人的呢？最早关于人种颜色的学说是由西方所提出来的。西方人把人种分为白色、黄色、黑色、棕色四种颜色，东亚地区大部分是黄色人种的居住地，但西方人提出人种颜色学说是为了强调他们白色人种才是世界文明社会的人色和人种。在西方人的眼中，白色才是真正的高贵颜色，而黄色在他们眼中就意味着疾病甚至死亡。因此黄种人这个概念出现时，这其中是带有了明确的人种歧视的，而且还传达了一种文明人就是白种人的偏激观点。17世纪以后，
欧洲通过工业革命不断发展，成为了世界的领头羊，而中国闭关锁国，经济体制处于封建落后的环境，所以西方列强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文明，将中国人贬为黄种人。西方人将中国人贬为黄种人，显然是制造白色人种优越性的歧视之论。然而这套诡论在中国却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反而让中国人更加的自信和自豪。这是为什么呢？有专家调查发现，黄种人的观念在中国人被接受的过程中，往往比西方的诡辩更加的主动。因为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黄帝是中国的祖先，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同时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又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所以中国人很主动的就接受了西方人黄种人的概念，这也让西方的贬低论成为了一张废纸。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我是大军，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请我点赞、收藏、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